主要是我直播间现在60多万人，我再打不过人家觉得我是娱乐主播，学人家打车身榜。OK。我是这样的，我也生气了。意思就是说你前面六把故意不过的。落地盆，再来个松前卡器超级飘，滑下来拐进洞，把氮气直接放掉，喷起来，侧卡甩满氮气直接放掉，牵引走一波。这是第八局是吧？没错，面子我给够了啊。因为我在职业圈人缘比较好，所有的职业选手也把我当成他们心中的偶像。偶像，没错，偶像。好了，闪喷。所以说这点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。当然，很多不来找我给面子的，我就不会给你面子。900码的速度，这一把后面的小只，说的就是你。胡俊有没有在直播间？不在，现在没在。如果他来了，欢迎他一下啊，也是简单欢迎他一下。车身漂移，滑过来拉个双喷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只要我稍微认真，后面的人只能在后面吃我的尾灯啊。说难听一点啊，就是连尾灯都吃不到。那么直播间的兄弟们，你们玩 QQ 飞车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地图，或者觉得飞车最难的地图，都可以给我一个一个打在公屏上，弹过来，角度一定要拐一下。后面这个大招是讲究一点点运气，但是运气成分不是特别多。这里一踩加速带，二踩、三踩甩尾卡气，再来超飘，这里一定要弹出去，稍微磕一下就没有了，稍微磕一下就没有了。其实我前两把能过，前两把能过的，非要装个杯，我是真他妈服了，知道吧？我不装了，第多少把了？第八把，第九把了是吧？别着急，这是我的王图。平时这个时候，我开直播，平时这个时候，我已经打了9张国服第一的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平常那些榜单，对啊，平常这打的有多简单？对呀、啊，搞得大家不知道一样。也就是我打这个难度系数高，这个难度系数高啊，就不行，对啊，我就不行了。别着急，就打那，就看这一把，比较简单的还可以。对啊，对，打这种难度系数就不行。锁胎锁好，直接管气动，放气，卡个气没卡满没关系，落后很远，甩尾卡个气，接个侧身，再把氮气直接放掉，拿个双喷，松前卡气超飘，牵引走过来。我可以说这是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，我直播2年半了，从来没有一个图能达到9把，一个护卫。这把我要过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。落地盆，其实看似9把，我只用了2把，甩尾卡气超飘，把分叠住，直接放气，飞天，哇哇！我只为了等这一个机会，只为了等这一个操作。来，现在把小六直接给我打在公屏上。我玩的就是俄罗斯飞天，知道没？螺旋升天，你知道什么叫螺旋升天吗？对啊。来，现在直播间的兄弟们，还有没有什么图？运气有点好，是吧？不管你觉得飞车最难的地图，还是说你最喜欢的地图，你都可以给我打在公屏上。哎，我再放一句话，现在直播间应该有至少有几十个职业选手了。对啊，我再放一句话。放一句话啊，放。从现在起，职业选手你也可以在我直播间选地图。从现在开始，任何地图只要我一把没有打过，多少把？一把。不是任何的车神榜国服第一，只要我一把没有打过，你确定一把？一把10000斗币福袋，不是。而且如果单个地图我超过2把，那就是20000。你上一把都是蒙过去的，什么叫蒙过去的？对啊，运气比较好，蒙过去的呀。选地图来，直播间兄弟们随便你们挑，随便你们选 ，OK 吗？11层城市网吧、冰川拥道、秋名山这种简单的地图就不要选了啊。11层 ，OK， 11层这种地图的话是比较难度系数要高一点的，知道吧？因为11层这个地图它跟其他的是不一样。你想知道一名主播的技术和细节到底有多么的好，首先你就让他打11层，知道吧？那你瞧好了，我让你们见识一下以细节而生的地图。这张地图2圈加起来有111个弯道，所以说叫做11层。给我还有阿伟这种顶尖职业选手修炼细节的地图，还有我，还有你是吧？再来个侧身漂移，单喷过弯，松前卡气超级飘，贴住弯道放掉氮气拉双喷，这里斜得过来，再来个侧身漂移，直接放掉氮气拉个双喷，出好弯道提前飘，再把氮气打开拉侧头，牵引走过路线，松前超级飘，把氮气直接放掉单喷，提前飘走过来，松前换气 W 喷，再来提前飘，基本上从现在起任何榜单一把一个，也是随便你们挑啊。
一把一个很快，两分钟一个车神榜国服第一，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说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啊，说到是吉尼斯世界纪录，那么认证官现在刚刚三雪龙那把录音没有必要给我发出去，因为我觉得那把瑕疵特别的大。从现在开始录这种地图，录这种细节地图，直角轴贴弯的地图。十一层我在去年的时候捡随便的时候在直播间跑了一把，然后我就收到了 QQ 飞车官方的一个奖项。你们知道什么奖项吗？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直播间只有700个人，我就随便跑了一把十一层。他们在第二天官方人员就联系我，非要给我强行给我寄一个奖项，不寄奖项就要把我号说我号没了。我就憋着收了，结果那个奖项寄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惊呆了。就五个字，什么奖项？就五个字，什么叫做飞车创口贴？飞车创口贴，我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。哎，猴子，你不是有一个苏飞贴吗？飞对啊，苏飞贴。哦，你也收到官方的那个奖项了。飞车创口贴，就是因为我在去年我只有700个人，我直播间还没有火的时候，他说我十一层已经贴到不能再贴了。创口贴还是说的就是我。那么直播间的兄弟们，下把还想看什么地图？尽管的给我打在公屏上，我手感来的时候，任何地图那就是。是一把锅，还有什么图尽管选出来一起上，我也不去。我也让你们知道，现在所有的顶尖职业选手，我会一个一个挑烂你们的虾线，放心，直接过线来吧。这是今晚的第二张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还有什么地图？现在难度系数最高的极速列车，木马被我屏蔽了。什么木马被我屏蔽了？对，你旋转木马等两天行吗？旋转木马等两天，因为那个图才出来，我说实话挺恶心的。今天有个直播，今天下午那个中午那个主播，你们可能很多人没看到直播，也是一个职业选手，直接打崩了，直接直播间当场骂人，然后直播间被封了，知道吗？打了4个多小时，把我看得笑死了，怎么会有这么菜的主播？没错，我也是。你不要这样说，待会冰川甬道敢不敢打？从来没见你打过冰川甬道，没有这个地图吧？这种地图也有出了吗？冰川甬道，我搜一下啊。冰川有这个地图？没有啊！我操，冰川甬道。你小子，我算是发现了，他不想打的地图。不是一分十六快不快啊？这个图，1分16啊，中规中矩。中规中矩，我来试一下冰川甬道，我也是可以说是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直播间，对不对？来吧，这是今天晚上的第三张车神榜，1分16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地图能跑多少。这张地图是在当年属于什么地图来着？边境啊。不是，是属于道具地图吧？对，快速切断。当初道具职业比赛的时候就跑这些地图，拉车头，应该是这种跑法啊。这种图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，随手一把一个。这种地图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咱们抖音的那种娱乐主播直播间，没错，给他选一下啊。像咱们抖音的黑无常，黑无常，对，还有蝶王独秀。人家黑无常都不打这个榜，人家黑无常说这个榜太简单了，对，他都不敢播了。哎，车身漂移投过来，三分切断，气没有满没关系，这里车堂。把气卡满，这里再来一个漂移，拉个车头，再点一下，把气点满，踩上加速的叠加。这种地图太简单了啊！我觉得我直播间的兄弟们随便挑一个上来，怪不得那个黑夜说这狗都不玩。再来个车场，对啊，可以说这张地图可以狗都不玩，哎，没有意思。轻轻松松拿下，也是耽误了各位一分钟的时间。那么第三张车神榜国服第一，这张地图也将融入我第49张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不过我不要啊，对，这种图我不要，这种图要来干什么？融入了我也不要，这种图要来干什么？没有意思，不要，一点难度都没有。再来个侧身，漂移过来，探喷，随手一把。下一张打什么？给我尽量挑点难度系数最高的地图，好吧？挑了呀，你不选？挑点难度系数最高的地图，别人打不了的地图，好吧？挑了呀，你不选？极速列车他打不。不过旋转木马他不敢练，极速列车旋转木马我打不过，极速列车我就让你们知道一下，全抖音唯一一个能一把过的，这图一把过，这图两把之内吧。这图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没有手感打三雪龙打了7、8把，我现在手感来了，这图给我2把，你别吹牛，我2把之内。OK 吗？这图是吃运气的，你说你2把过，吃运气，对啊。我觉得对一些自己技术实力不够强的人，确实有点看运气。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，那就瞧好了，兄弟们，2把之内 ，OK 吗？先来个段位，拉双分，再来个侧身，小切断，直接放掉。不管是什么选手，你们看过很多直播，他们直播间都会提到我。或者直播间的弹幕也会提到我，只有陈博才是大家公认
最强哦，最强的主播，我也绝对会是你们见过最稳的主播。我是 QQ 飞车2022年最完美的职业选手，也是最快的职业选手，还是更最细的职业选手。两段连卡，踩上加速带，卡器提速，在那个松前卡器锁胎，按住一个键不动。不动之后，这里连点两下调整好车头，再来个甩尾卡器，踩上加速带。还有什么地图？你们觉得别人打不过的，尽管都可以挑在我的直播间 ，OK 吗？踩上加速带，点一下，牵引走位，这里连点两下左键，飞到最高空。来，把你们手中的小六给我打出来，迎接我的到来。现在直播间多少人了？直播间69万。OK。极速列车一把过全网，还有谁也是一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，1分14送给大家。15，不要跑到14啊，我故意刹了一下车，跑到14的话就故意不甩人家太远。没错，目前全网能跑14的只有屈指可数，基本上只有两个人。怎么又是运气呢？来吧兄弟们，是不是我说我手感难的任何图都是一把过，这种难度系数排第3的图，哎你别扯了，这种图太简单了。还有什么地图尽管挑尽管选，没难度，这种图有难度吗？不是，一点难度都没有。木马，说实话，不是木马的，兄弟们，木马这个图不是我不敢啊，他才出来，再给我2天，行不行？什么再给你2天？意思就是说，我刚刚都叫你说别练这个弹幕，你非要把这个图练出来。是他们在刷的，你以为是我练的吗？本来。